赛当中呢，曾经有过一次风，是在2016年的韩国公开赛。韩国公开赛的八强赛里面，当时呢，这个我们中国的这队小将呢是21-17和21-16击败了对手。比赛开始，日本选手率先发球。其实咱们这次男双呢，在16进8的比赛里面是表现非常出色的啊。这个八强席位呢，中国选手占据了一半的江山，而且他们是分别从4个1/4区当中分别，还有6号种的李俊慧和李晨，他们是双塔组合，是在1/4区。柴彪和宏伟赛会的3号种呢是在1/4区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消息就是说，正式公布了新的这个教练班组啊。现在呢是不设这个教练，而是设这个在现有的2队的基础上加上国家青年队，他们的目标呢是为了这个2024年的奥运会呢来做这个人才上的储备和选拔。在要注意场上的连贯，这拍回球还是不到位，被往前的封住之后了，跟进慢。那组合会比较的沾光，单靠一味的进攻或者打实力球的话，就比较的吃亏。而且体力的消耗。这球很明显还是第一拍。还有假动作啊！日本队这个一般他们在这个双打的训练当中的这个风格，就是说比较进攻的脚下的连贯就要更积极。嗯，你看特别的注意啊，就这种，这是中国队起的高球进入防守，这个没到位。嗯，化解一拍真的不错。半场对没有人，反击漂亮，前后场的进攻补一下，跟得非常的快，好球。而且这个球都是送到对方的空当的位置啊，不过可以再次显示出来，就是连续的这种进攻啊，并不能取得直接得分的效果，这是在这个比赛的场地当中啊比较常见的一个特点。发球直接得分上的比赛啊，他跟这个黄东平要在1号场地的最后一场出赛。接发的假动作非常讲究，注意连贯。其实这一拍，看来这个双方球员啊，抢到了主动，好球，连贯非常的。来自嘉兴的一位小朋友，这个接发球起引发的很好，王丽也抢得很快。接发的这个争夺，所以说这场比赛，你看他们在，所以两个人其实已经达成共识了，在陈金球指导跟他们来说，这个接下来这个战术调整的过程中呢，其实尤其是王玉丽啊，也已经针对到自己搭档的一些问题啊。做了相应的这种认识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其实陈球指导来跟他们说要王源力大胆的往前压，也是因为日本队现在抢网他抢得很顺，日本队仍然是接发就特别的努力。挑起来进攻，哎呀，判断时间长的也是排名最高的组合。他们这一队注意了，注意连贯。哇，连续进攻杀不死，突然改变方向，啊，场面非常的激烈呀！现在轻掉一板，
谢远廷刚才就出现了一些急躁。嗯，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刚才这个配合，嗯，但是还好，就是日本队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啊，他们的这个进攻的时间不是特别合适，激烈呀。压网非常的快，王永利这一判。嗯，判断这。分得很快，很好的这一判。黄凯翔和王玉丽的这一对组合，他们在今天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里面，第一突出了自己，也是打得比较有章法，啊，虽然很年轻这一对小将。哎，这块球没分出去，不是很占优，但是如果是连续的进攻，另外你这个出球的角度不好的话，防守不到位的话，对方还是可以靠进攻直接打死的。技战术的变化，还是分队有一些球尽可能给拉开距离。好球，那也是没有打慢了，你看发完这确实非常好，落点杀的非常的。但是日本队今天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这样的实力，他们因为在发接发上我觉得做得很好，也是一样的策略比较得当，只不过可能在技术的能力上面来讲还是差一些。对，他们在发接发上面可以看到很快，可是他的发短球，球打高了，精力都很集中。一般的情况下运动员呢在下午的状态都会比较好一点，今天这是4点钟呢，继续来关注发球的是小林启悟。正拍的这注意连贯跟进，还是刚在。现在这个压力有点大了啊！这比分现在只差一分了，在隔壁的下网击球下网，这样19比21，先输一局。双打这，好球跟进，真的不错。好，往上面。好球，对方没举手啊，举手举手了，在接发球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弹得太高，因为在这种关键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不好防的，因为手都紧。好球，对方也是在赢球还是非常好的，因为避免啊多打一局，只有一分的这个分差，还是心理上面很。肩に整備して、でここ抜けてパンスタ、ここ行ったらもう2人ね、そのもう一回抜けたらあなたチェンジションできるから、もう一回主力も大丈夫ね、覚えてね、サーファー割り集中して、であとは今2人ね、この2人はドライブスルーじゃん、ドライブ。是从去年的25万美元呢，来到了35万美元，那个单打的奖金呢也是超过了2万美元，单打的冠军奖金。场馆非常的现代，而且在这个主场地方，球没发过。嗯，他们的打法还是以连贯以抢速度为主。
好球啊！黄凯强的进攻还是非常快，你看慢动作的重放，身体的这个弹跳能力是压得很快，很好，再来，保持住。哦呦，防守啊！刚才铲地很明显。日本队他也是盯住了这个王玉丽这边啊，脚下有点乱，所以连续攻打同一落点。这种球员要小心，因为容易受伤，刚才的一个角度。这第一拍接的特别有一点点的高度。而日本队现在是无论我能不能打到，哎，空当，都很被动，接发效果不错，但是有点正了哈，就是虽然很低平，刚好后架就起球。现在日本队连续得分，已经有四分的优势。保持住，被对手直接预判到。这种情况下呢，相对来讲，我们是需要在情绪上面，我觉得要调整一下。因为在刚才的两分钟的休息来讲，因为我们第一局打的基本上算是发挥了自己的水平，所以陈金球没有说太多吧。那么日本队明显加快了速度之后，在第二，第二的不错，注意跟进。出界了。刚才的前面。好，判断准确，勾一个对角，保持住。黄玉丽前场用一些这个软放的方法，日本队进攻。你这刚才高速度，刚才我们就是说采用了太多的这个比较软的这个软放了，它的这个节奏比较控的球，对，连续三次软放之后，把这个优势交给了日本队。对，前后场结合可惜了。那1-4，确实是领先的比较多。那么，日本队在第二局确实是打出了一个得分上的高潮。相比于对，他们现在就是好球，假球失误，好球啊！王一丽这个发挥了身，但是他的有身高优势，就是下压的，对，两排球都直接下压。黄海强这连续发球得分。压太直了，王一丽的球稍微变一下，好球，漂亮，太棒了，一定不能松，注意了，请掉一把，好球，漂亮，非常就这拍球，刚才的连贯，发的不错，注意球音要分出去，这是个半场，一个运气球，草木车浪发球，一定要赶压，分大了，一直在搓大腿，这算时间没怎么得分，还是一个轮撞，卢凯黄雅球馆裁判员沈泽林，新加坡发球裁判员王慧丽，中国文 number 2 is mixed doubles
今年总决赛的这个冠军得主啊，一队不满20岁的小将。其实非常的这个双打的传统、啊，他们始终都是这样子的。我感觉像日本队的连续得分，让情绪再重新的这个紧张起来就比较困难，所以在比分上面，在第二局、啊、中国队的两球没分出去。判断准确，发球，小林接发，漂亮，漂亮，都是高点的对抗。摆脱能力还是挺强的，能力很强。你看他这个，哇，还是刚好。对，左手嘛，刚好是左手。对，左右手的他这个搭配，确实是他整个。15-19，还差4分。抢点都抢得很积极。漂亮，好球。因为对方呢，在第一局的比赛里就是这样的比分追平了啊，几乎是打到18-18。危险啊！王玉丽的这个什么八进四啊，以后啊，真的就是每一场球都不是好打的。真的很快，注意了。高墙，追跟进，两个人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逮到了，打了个高点的墙网，其实这挺危险的，两个人都已经乱了啊，两个人站位实际上是乱了，就是看谁先下手，双方都有，加油加油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他们是被追赶的一方，手都紧，对，那黄海翔的好球再顶。跟进，哎呀，急。可这球不得不打，哇，好紧张！这比分21。日本王玉丽发球，球发的不错，注意举拍，挑起来让日本队打，好球，防守的挺好。哎呀，刚才的突然的，就一般在这种比分上面，我们都会更准备的是对手的重杀。还是接发球偏高了，日本队的局点。这一拍发出去，马上的举拍正手还是补得很快。好球，投一个后场。日本队连贯真快，你看他的脚下。他们其实也有点站位混乱。好球，保持住，反击，再来，推坡。一定要敢压，好，还有好球，注意了，反击，太精彩了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每个人都完全沉浸在比赛当中啊，没有任何的杂念，所以才能够把整个场面打得这么活，太精彩了，我这双打能打成这样，真是，你看，其实日本队这段时间他们始终能够捅，压住了。好球！这局点和赛点来回交换，再来，抢网，还有假动作，保持住。哎呀，见！对，这拍球的对抗是很正常的一个对抗。对，黄海翔因为反拍，他想就是接了去，抢的不错。刚才的发。跟进不错，还有软套，好球，防守的好，哎呀，可惜了。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举拍的拍点，只要你第一点，你就马上能被，其实都在尽可能的
快速的前点。对他们日本队啊，就是拍回去哈，发球失误送给中国队。相信晚上的时间呢，上座率会更高，但是真是饱眼福啊！好球！哎呦，还是球发球能力确实很强，一直都跟进的非常的紧。你看接发球，一旦是垂拍的。低级失误啊，其实这个球并没有太多的难度啊。对，很主动。压完非常的好。漂亮啊，重复的这个搓球，祝大赛的考验在这场八进四的比赛当中呢，击败了日本的宝木卓朗和小林优物，获得了四强的比赛席位，非常的恭喜大家。一个段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郭伟杰的精彩点评。等一会儿呢，羽毛球爱好者可以到 CCTV5+体育赛事频道继续关注我们后面赛事的直播。观众朋友，稍后见。稍后见。